作为清风国际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清风制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行采氧化专用冷冻机、硬质氧化专用冷冻机、镀锌专用冷冻机、铝氧化专用冷冻机、镀硬铬专用冷冻机、镀酸铜专用冷冻机、镀锡专用冷冻机、工业冷水机、冷却塔、冷库、制冰机、海鲜机、冷冻式干燥机、水冷柜机、低温试验机、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等制冷设备。公司自创建以来，不断引进国际先进的制造工艺及检测设备，并定期与国内外专家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准。公司投入巨资建立了国家级检测中心，具备 ISO 9000、5S 管理、CE 等认证，其产品质量深得国内外客户的信赖，因此获得了中国知名制冷设备十佳品牌和全国制冷设备行业质量放心、国家标准合格产品等多项殊荣。清风还具有多项专利技术，如防腐螨液式螺杆冷冻机、节能器、 U 型防腐蒸发器、外螺纹钛合金蒸发管等，行采氧化专用高效防腐螨液式螺杆冷冻机，采用欧洲进口品牌压缩机，结合我司专利高效螨液式防腐蒸发器，选择高效水冷冷凝器，配合全自动电脑控制，采用人机画面触摸式操作，完美结合使机器的 COP 高达 6.4 以上，无需板换，冷冻水泵、冷冻水箱，直接方式比间接方式节省电费 37% 以上，还可以提供免费的55摄氏度热水，控制槽液温差在2摄氏度以内。独特的冷冻工艺使得氧化药水温度保持均一性，保证产品颜色均匀，避免产品品质不稳定。冬天在环境温度低于12摄氏度时，冷冻机零耗电。阳极氧化专用冷冻机独特的冷冻工艺使得氧化药水温度保持均一性，保证产品颜色均匀，避免产品品质不稳定，并且冷冻机进出药水温差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确保氧化产品品质。镀锌专用冷冻机针对镀锌药水对蒸发器材的特殊要求，内置清风专利防腐 U 型蒸发器及冷冻药水进口过滤装置，可更好地解决酸性镀锌药水在冷冻过程中极易出现的结晶问题。稳定的冷冻温度更能确保镀锌药水温度均一性，保证产品表面光亮度及有效减少光亮剂的使用。镀酸铜专用冷冻机针对镀酸铜光亮剂消耗大、使用成本高、产品表面光亮度差、有麻点等问题，酸铜专用冷冻机采用耐强酸无任何焊接点蒸发器，将槽液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进出冷冻液温差控制在 2.5 摄氏度内。电泳漆专用冷冻机针对电泳漆漆液温度过高、漆液中溶剂挥发加快、漆液不稳定、漆膜变厚粗糙，并可能会伴有流挂现象出现、温度过低、泳透力下降、沉积量下降、漆膜变薄无光泽、弓箭甚至电泳不上漆膜等问题，电泳漆专用冷冻机将漆液温度控制在28上下1摄氏度，也可根据用户实际情况进行设定，进出口漆液温差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在环境温度低于12摄氏度以下时， QBB-XXSA-S 系列冷冻机为零耗电。硬质氧化专用冷冻机采用直接冷却，可将冷冻机进出氧化液的温差控制在 2.5 摄氏度范围内，使得产品表面硬度更均匀，并根据整流器周期性电流、电压波动自动卸载与加载，将温度稳定在氧化所需的温度范围内。
杜西专用冷冻机针对杜西药水腐蚀性强、光亮剂使用量大、产品光亮度差等问题，杜西专用冷冻机蒸发剂采用特制耐腐材料，把槽温控制在最佳温度，可实现光亮剂的零消耗，并且极大保证机器使用寿命。鼓风机冷却机，由于气泵出气温度高达70摄氏度，高温气体进入药水槽会造成药水温度的额外上升，经过鼓风机冷却机处理过的高温气体温度可下降到4摄氏度，对药水可起到降温作用。在冬季，鼓风机冷却机可替代冷冻机用于杜欣酮等的药水降温。节能型镀铬专用恒温机，换热器采用特制耐强铬酸材料制作而成，维护成本低，带加热器装置，冬天夏天能自动转换，槽液温度控制在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之间，主机零耗电量，超低运行成本。